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志成。最近发行了我的第九张全新的国语专辑，叫《十八》，里面有十首的新歌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，专辑里面一首很重要的歌叫《淤青》。《淤青》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唱的歌，可是它的情绪铺排呢，真的很像是你由小到大谈过的恋爱，每一个步伐都不一样。写词人写得很好，那我希望这个作品可以让大家看到。在 MV 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导演中平导演呢，他把这个视角放到更大，他希望大家关注身边的一些，无论是心灵上或者是外在上受到创伤或者是被霸凌的人，感情上、职场上、学校里面，大家都要互相的关注，尤其是家长跟我们是比较有这个势力或者是有这个 power 去帮助的这些弱势的人，我们要多一点关心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《淤青》这首歌跟他的 MV。一点黑，一点青，绘出心碎后的印记，哪怕不痛了却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志成，一上网就听音乐，银河网络电台 iWant Radio。